正式使用电气设备不断接地面线，不穿厕所用电。FM 91.8，孝感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，北京时间8点整。哇，你家网速怎么这么快？用移动宽带不止网速快，好用不贵，真心实惠。长通话，现在办理还能享受宽带升级不加价，看和 TV 高清电视，用智能语音遥控。